的应景。圣诞节要到了，所以我们要来做姜饼屋，但是不是就是单纯的做。有没有看到我们头上戴了一个东西？很可爱，很可爱的这个三角锥。三角锥没错，他刚去马路上偷的。要跟警察讲，我们呢要戴着这个生日帽戴在正面，然后这个生日帽应该这样看得到吗？你有一个洞，这样的视角来做我们的姜饼，几乎看不到啊。他早知道今天就不化妆了，反正也都把脸遮住。哎，不是哦，我们做到一半呢，会有一些随机的机会出现，但是什么呢？就等我们大家抽到再跟大家讲。好，我们做完呢，再找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评分。好，请出我们的道具。啊，我们一个人有一份姜饼，然后好痛我的鼻子，被打到是不是？加上一份配备组，耶、yeah ！这个配件组呢，就会有各种颜色的糖霜。对，那我们呢，等一下就马上开始。但是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准备我们的糖霜需要用的配件。有什么？我们需要四个碗，四 CC 的冷水，还有两只筷子。就这样。好，很简单。那我们的糖霜们准备好了，那就开始吧。来，请戴上你的生日帽。Happy birthday！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我还要先打开，你们要先打开这个。一包而已哦。很大，很大。我要偷吃的是这个。哦，我打开了，好香啊！你为什么闻得到？我怎么闻得到纸板的味道？它从洞里面飘进来了。没有。有啦。等一下，我连他们什么形状都看不到，哎，我的妈呀，它是不是碎掉了？这个是小的，这个是大的。我现在跟蒙眼做根本没两样，三角形看不大，长的。那我要来做一个阁楼，白色的。要怎么粘啊？你为什么要偷我的东西？你为什么要偷我的姜饼？走开！你是不是拿去了？那我用别的粘。我粘它，哎，为什么碰不到？等一下，哎，哦，有了，有了耶！不太对，为什么我手上湿湿的？哎，为什么你们？哎，为什么？里面的有点，它粘不起来呢。偷吃。我刚刚粘好的不见了，我刚刚粘好真的不见了，你是不是偷走了？谁要偷啊？我很专心在做我的。那我要抽第一次喽，你洋洋进入比较慢，洋洋先好了。好，姜饼是这样粘的吗？根本没有粘住啊！哎，骗子！耶，洋洋抽到多挖两个洞。这个，哎，你怎么可以偷找东西？两个洞。但不能放大原本的洞哦，那你之后才能做下一个洞。好，两个洞。好，戴上去。看我了吗？哦耶，看到了，我看得到了。换你去。帮我抽。哎，你也抽到多挖两个洞。耶，多挖两个洞，我要挖在下面。好了，我两个洞在这。好。哦，有那种。看到世界的感觉，对。可是他们彼此之间还是没办法粘在一起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挤太少吗？哎，我根本没有挤太少，天哪！终于看到了。好，要不然抽下一个了。好吧，你们连那个基底都没有盖好。洋洋的先抽。恭喜你抽到洞剪开一点。哪一个洞？前面那个洞。来，你帮我剪啊。好。好。就这样。啊，是有差异哦。有啦，可我也没在用它，我现在在用它。那换明雪抽。哼。你抽到原地转圈十圈。哈？好，原地转圈。刚转了两圈，你真的带着转运得快哎！
那你不要看，不要看。下一个换洋洋，你抽到用垃圾袋遮住洞。看，哦，对不起，遮哪个洞？遮其中一个洞好了。那就前面那个废物洞。快来，起来，好。哦。现在换米雪了。你抽到一模一样的。哎，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不是。哦。有吗？这样子写。有。啊。哦，好困扰哦。我们万里长城的围墙，为什么它的积雪是黄色的呢？因为沙尘暴。你说那个地方又有沙尘暴，又有积雪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因为空气很糟嘛，所以它的雪不是干净的白色，原来是鲜艳的黄色啊。没错，大家没有去过吧？我也没有去过。洋洋，你的设计理念是什么？我设计是城堡，自己的城堡。好的，现在是你洋洋。对，来，好酸哦。你现在又抽到多挖两个洞，你太爽了吧！换米雪抽，长一点。好，你现在是洞剪开一点。耶！哦 ，A whole new world。哎，白色不见了。啊，我拿着。干嘛？脾气怎么这么暴躁？来。现在是洋洋的 pass， 哎，恭喜洋洋抽到原地转圈十圈，耶！好，可以开始了。好。我完成了我的万里长城。那你把它立起来吗？它是二 D 的，二 D 懂吗？旁边的选手。我很痛苦哎、欸。你要来进行装饰了。Oh, 你不要这么快啊！他站起来了，可是反的。等一下哦 ，Oh my god！ 你等一下，你发生什么事？我听到，哎 ，Oh my god！ 观察一下是什么？很多粉红色的线，这是什么疤吗？对，我做了一张麻将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做姜饼了。姜饼屋。这个是什么 ？Chanel。Chanel， 你跟我说那是 Chanel。Chanel 告他。告他，告他。艾迪达。艾迪达。你要不要来说一下你的那个长方形的跟圆形的粉红色是什么地方？啊，这看不出来吗？这是门呐、啊。那请问它的门把在哪里？门把是粉红色，所以你们看不到、啊。我可以拿下来了吗？可以，可以拿吧。哎、欸，我带着转的。啊、哦，算了，又擦了，擦。好，转吧。哇。我们的姜饼屋已经完成了，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姜饼屋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的姜饼屋，它，你把我放开，好了，吃掉，吃掉，吃掉。这就是我的姜饼屋，我的设计理念，它是一个就是万里长城，但是它积雪，可它雪是黄色的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现在环保议题需要大家重视。那如果你就是我们不爱护我们环境的话，就以后看不到白白的雪，就会变得这样黄黄的，嗯，不好看。然后像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式的窗户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门，红色的大门，有没有非常中国风？
然后这边有一棵圣诞树。那不纳入积分，因为那刚刚才盖。好，以上。我的呢是一个迪士尼城堡，突然变迪士尼城堡。它是迪士尼城堡，它里面住着公主与王子，王子跟公主住这边，然后它有两个仆人住这边。好，然后它下面有停那个蓝宝坚尼，这是蓝宝坚尼的部分。黄色的呢就是电灯，就是有开灯的感觉，然后上面有积满了一些雪，就这样。你们是白色没了吗？还是怎样？不是啊，我就是要唤起大家环境保护的意识，才特别用黄色的雪。你认真？我认真啊！我认真。你在干嘛？都拿蓝色。你说，好了，来，请你。啊！干嘛？我要做绿色的东西。如果以要把它吃下去的程度来讲的话。两分跟一分吧，我赢了。你还在那边揉黏土，我天啊，真的是完全不会想吃你。我没有弄上去，他们是。天啊，宝剑你在桌上，你刚刚还问我要不要吃。桌上很干净，我没有擦啦。而且城堡上有大便呢。城堡上有。最新时尚流行哎，你懂不懂？你有没有设计的眼光？看不懂的才叫艺术，我死安疑虑，不是设计的问题，你就不卫生啊。那结论来说呢，就是获胜就是我的，就是环保万里长城。嗯，对啊，如果你很乐观的话，你是获胜的，没错。因为只差一分，分数还很低，一分跟两分。等一下，两分跟一分就是一倍跟两倍。差距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江明屋就做到这边。那如果大家对江明屋有兴趣的话呢，建议大家直接去买一个做好的，自己做实在是真的是会生气哦，会生气。他吃哎，他们不能吃，他吃了大便。好，那喜欢我们今天的片段，记得帮我们按一个喜欢，再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有什么想说的话或希望我们做的事情，可以底下留言来告诉我们，绝对不要。